跟大家介绍一下 Code.org 这网站。这网站让大家有个程式的初体验。程式其实就是与电脑沟通的一种语言。学程式呢，你也不一定要先记很多语法。其实在这边，你透过拖拉这个方块，就可以让电脑执行你的操作。程式呢，就是透过逻辑与数学，把事情的操作能够清楚地拆解、重组与表达。当事情可以一步一步清楚交代，就可以让电脑反复执行这些操作，让人可做一些更有创造力的事。我很喜欢 Code.org 的教学，主要是它没有太多讲述，而是教学都融入体验中，就像玩游戏那样，做错了就再重新开始，从这错误中学到了经验，其实是最实在的。你想学程式，就让 Code.org 开始这个新的体验。在写程式中，你就会感觉到数学是多么有用的东西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数学。